贵州在十年前我大概来过了，那当初来的时候是针对农产品的这种制作啊，还有它的一些技术的探讨。那这次来了之后，我发觉现在对于这种汤养还有整个的环境的这些变化差距很大。其实现在大家都在注重的就是一个就是精神压力的释放，现在很多的民众因为现在的一个不景气，所以在精神压力中显得都背负的很大的一些压力。其实现在身心灵的这些就是健康的这种管理变成越来越重要了。那所以我们大概也开始着重在比如说睡眠中心的一些建制，那包括我们现在在上海要做的就是有关于 AI 智能的睡眠中心的导入。在产业方面来讲，我认为大陆现在的医疗器械制造的品项很多，那也很卷，但是我一直在想要找到共同的伙伴可以整合在一起，然后走出到国际。所以我希望是说能够找到一些志同道合，我们聚焦在某一个项目上面来讲，让我们好好把这项目做好，然后可以携手然后走进国际化。